是来看奇艺人。他常来新加坡的时候，都会来看他的演唱会。李飞辉，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沉你的月光。听新谣，这李飞李飞辉有在的。本地的我最支持徐美静，然后也挺支持奇艺的。我也是奇艺跟徐美静，奇艺的我都喜欢，徐美静我喜欢沉你的月光。施孝荣，余畅，我是要听奇艺，邀请欢迎。谢谢。演出，然后准备出国，然后写一些歌，画一点东西啊。哇，就是很认真的在生活。是早报的一百年生日，那在这边祝早报生日快乐。有希望你们有更多的一百年。一百年，我觉得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其实走过这一百年是多么多么的艰辛。而且一个报纸，我觉得在一个社会里面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。它不但是要传播。要扩散，资讯的扩散，文化的传承，甚至于就是历史的见证。可是最重要的，它却是要凝聚，它要凝聚一个社区、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甚至于一个种族，好，所以我觉得一个报社能够一百年，相信我们报社的同仁都是与有荣焉。今天的演唱会好精彩，我很喜欢奇遇的橄榄树，非常好听，很怀念。哪一个部分最精彩？早报有这个 VIP 的 free concert， 然后还有就是徐美静歌手，我给这个演唱会打100分。我最开心的是这个演唱会是免费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大合唱，我有跟着一起唱哦。我喜欢这次的演唱会吗？算是演唱会，因为都是有民谣和新谣，都是我年轻时喜欢听的歌曲，气氛很好啊。因为他来的都是喜欢听这些歌曲的人，还有喜欢唱歌这些一起唱合唱的朋友。